如何使用 HP LaTeX 300印表机系列在纺织品上进行列印。在装入卷筒纸前，依序按纸裁图示盒装入，选取使用装入配件和辅助手动装入。正面面板会显示如何安装装入配件的动画。将配件放在装入台上，打开折板，将卷筒纸边缘置于装载配件上并关闭折板。提起纸裁夹控制杆，提起装入配件，并将纸裁装入印表机，放下纸裁夹控制杆，装入配件即会通过印表机的纸裁路径。选取纸裁的类别和名称，印表机会自动将装入配件移出固化干燥模组，取出装入配件。如需更详尽的疑难排解步骤，请观赏我们的视讯。在 HP LaTeX 300印表机系列上进行纺织品列印。